打进监了，他身份证号背不起来，连身份证字号都背不起来，变成自己出过车祸撞到头，全都忘记了。61年是，我是这样，我记得我是狮子座，你64年是几月几号都忘记了。 不记得生日，却记得自己是狮子座，说辞相当诡异。警方要求他下车盘查，一离开座位立刻露馅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是我吃那个。这一块是什么啦？这一块是什么？那一块是什么？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他被他命了。他被他命对不对？还是你有通缉？有没有通？你应该有吧？你自己都不报。 刻意瞒身份，警方推测他可能是通缉犯。嫌犯发现事迹败露，原本病恹的样子立刻一秒变正常。我就不会了，安好不好？啊，对啊，现在正常啊，你现在通缉啊，现在我要附带搜索你所乘坐的车辆。不止口袋内有 K 他命，车内置物箱也查出多项毒品和安非他命吸食器。嫌犯辩称，因为工作压力大才会吸毒，想装失忆来脱身，没想到一下车，口袋内的毒品掉了出来，让他当场哑口无言。记者刘志展、温思涵台北报道。